最近唐诗咏被怀疑是网络作家叶朗晴所分享的爆房故事中的女主角，更有网民推测这位网络作家就是唐诗咏的绯闻男友陈思明添。其實那個是很久之前的我的圈外朋友一班的跟我一起吃飯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很大的誤會，不過我自己對於這些事我就沒放在心上的，因為我覺得不是事實不用回應，不關我事又不用回應，這樣我知道大家會去幻想我是那個人，那幻想就可以了，那個故事不是我的。唐诗咏早前百忙之中好幸运咁样得闲参加咗郑嘉颖仔仔郑成月嘅百日宴，见佢抱住 B B 好似好开心咁。我 B B 真系好得意啊，好得意！我一望住佢就好似望住嘉颖咁样，好似样好似样。其实我唔想抱噶，系啊，嘉颖系咁噏俾我，话你抱啦，你抱啦，你系抱啦。我话我好惊，你抱啦。咁我就搭咗上嚟，咁我就啲人个个都话我抱得好差，我会努力练习一下噶。